哦，这白撑杆是什么？哇，这白撑杆，光的力量啊！炸！啊，这就是寒冰法阵吗？可以对僵尸一直造成伤害。有两波旗帜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这撑杆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我要黑化了！第一波旗帜，最不想接受的现实要来了。那就会有两波旗帜僵尸，好，也不太好，不对，哎，等一下，好像还没死，好像还没结束，推一下，这里五香弹到这里，清两下，再清，上路守得住吗？哎，完了，直接过去了，这次你们不会有这种好运了，我跟你们讲。你们的好运到此为止了。哎，先炸几下，他们要翻了，不要慌，先清一波，给他们减个速，给僵尸们减个小速，等一波。哎，就哎，完了之后这个有点难受，这个撑杆白撑杆有点难受，这两只白撑杆放的有点恶心，先炸一下中路。哎，这第四行就不管了，让他们随便打，好吧？你们赶紧把这第四行打下来啊，僵尸啊！啊，这白撑杆来得好，白撑杆，我把这个给你铲了。哎，对，直接过去，漂亮，白撑杆，很懂我啊，很懂我，推一下。哎呀，这两个白撑杆，这就不懂事了吧？旗帜直接，哎，第一路的旗帜吗？瞧不起你花生果壳啊？你到这再炸一下，game over 了呀，游戏结束了呀。哎呀，谢谢花生能打过1-7，一定要感谢直播间的各位家伙们的鼎力相助啊！感谢大家，花生能有此日，能有今朝，全拜各位所赐啊！哈哈，来来来，我帮你铲，哎呀，哎，我帮你翻，哎，来来翻一个，哎，走，来来，不吃，咱们直接。往前走，啊，过来，哎，他电你，我把他给铲了，哎，没人电你们了吧？来，哈哈，这里一条炸弹炸一下，哎，这地上怎么叠了一堆的帽子呀？这什么意思啊？给僵尸自助帽子机是吧？虚者自取，下路有点危险，豌豆射手推一下对方。下路小推车丢了，没问题，咬他，其实无所谓啊，让他们过去吧，啊，别来第五行就行，这僵尸只要不来第五行，去哪儿都可以，好吧？炸炸炸炸炸，洗内，1-10了，同学们，总体上来说呢，有惊无险。一大波僵尸正在来袭，看我手刃旗帜，让你们感受一下花生的残忍。旗帜在哪？旗帜啊，旗帜还没死，旗帜躲里面了。旗帜呢？完了，旗帜也屁了，旗帜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，还没有出现就已经结束了他年幼的生命。好，那咱们打过了1-10，咱们今天的坑版呢就到此结束吧。上来就来这么多吗？我这还没就，哎，我这蘑菇怎么回事？我这个蘑菇疯了，你们看，哎，它疯了。然后碰到这二爷不用怕，咱们直接大嘴花，轻轻一，哎，怎么这么多二爷呀？炸一下。No。哎，不是，他是会复活的，还有五条命是吗？哎，这怎么办？哎，哇，我小瞧他了。他怎么这么强？哎，上路啊，他小推车都推不死啊，他被小推车推之后他复活了。我想想怎么克制这个二爷，用这个土豆雷，他可以疯狂的电二爷啊。咱们这关的输出主力就是土豆雷，土豆雷中一个，用土豆雷的强大火力干掉二爷啊，一切都在咱们的计划之中。二爷来了，咱们先放一个这个土豆雷在这儿，五香弹在这儿，然后用这个电它，再电一下，再电，啊，
哎呦，这个二爷真的好难缠。这是他的第一条命吧？第二条命？哎，他们这你们这二爷怎么还在一路的呀？这二爷，你们干嘛老在一条路上？再中一个这个土豆雷，现在五个土豆雷可以发射这个闪电攻击僵尸，然后注意二爷的位置，第五行有个二爷对吧？咱们这里先控一下场，哎，然后再点一下，哎，这怎么后面还有个旗帜僵尸？哎！哎哎，他怎么在召唤二爷？什么鬼？哎，他在召唤二爷！哎，别来呀！怎么这么多二爷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二爷太多了！不得把这个旗帜僵尸干掉！哎，不行，喂，这怎么办？哎，这旗帜僵尸不死，这二爷无限出来的呀！完了，这小推车没用的。哎，这小推车推了也没用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过关了，过关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这什么？这算过关，算没算过关？啊，过关了！什么鬼？二爷来了，又是你二爷！哎，我现在觉得这个阳光菇的效果不是很好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这次。要出大问题啊！他是给的是这个东西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他在长大的时候会给一个这个小喷菇。哇，给这么多吗？哇，这阳光菇好强啊！啊，还给一个自己，这阳光菇特别强。我收回刚才说的话，好吧？哇，给那么多阳光菇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太牛了！来，咱们现在全是阳光菇。阳光菇长大，哎，怎么感觉格子不够用了呀？不对呀，这不对呀，这也没人跟我说格子会不够用的呀。其实僵尸在这一路，咱们先炸一下它，然后不要慌，大嘴花吃它。哎，它卡在这个位置了，咱们大嘴花吃不掉它。哎，完了，过不去了，一定要干掉这个骑士僵尸，咱们才能赢啊。这多少个二爷？完了。好难受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哇！